早走，嗯，早上为什么早上呢？前面的话有写明时间的，十大必点秘制酸辣汤啊，这个它没有写明，它的 mushroom 也是看得不错，大必点。这个是瑶柱瘦肉猪粥点心啊，点心八点到两点吧，八点半到两点，粥也是现在应该没有了，像后记名是好吃啊，那个里面是空心粉，可是很好吃，好吃、啊。烤面包也是看得不错，他刚才说这个板南嘎亚的牛油烤面包，是你觉得？喂，到六点了，不要，等下问看。好吃，那个包完了，蒸面包，那是什么？椰浆饭。好爱虾的，看得不错啊。看炸虾，这种炸虾很好吃。那吃的嘛，这是西餐的哦，英式早餐也是不错，看见。还有那个 hash brown 哦，那个甜品，法式三明治。猫王最爱，猫王最爱什么？其实啊。那、这个他们的鱼真是这样的，你要上一品鱼汤还是秘制酸辣汤？一品牛奶汤汁这样的，它白白这样的，每次我们吃一品鱼汤，你可以吃。后面小吃，还有小吃啊，后面小吃。那、意大利面 spaghetti 啊， spaghetti 看起来也是不错，软壳蟹，这是什么蛋？上次你说一次这个、啊，是很大份，是啊，烤鸡哦，空心，看起来不错，还有 burger 这些，还有法式面包。其实啊，它可能是出名在它其实。米扎，嗯。披萨也不错。哦，铁板饭也不错，我看好了这个海鲜芝士铁板饭。它也是有韩式的。啊，芝士泡菜炒饭。料呢？它里面是什么料？烤鸡芝士炒饭。啊，那还有冰吗？还有那个一罐一罐的，好像。那、这个。玉奶香玉米啊，我看到是特别吗？那也是有甜品冰沙、雪花冰、饮料这个，出来看这个香奶香玉米，你要吃面线。米粉米像米饭米线啊，啊，吃块米穿块米线啊，不然，我以为什么讲错，韩式炒饭，烤鸡，芝士炒饭，那谁个 best 推荐？找一个 mushroom 看来不错。你不然的话，四明治都会叫太多。总共吃到哪的价钱呢？100块，还有的找400。我打过一下。放中间给你们看，可以。好。交换这个可以。好，对。好，可以，谢谢。它的米线是喇沙粉浆的，啊，肥肥的，好像喇沙粉浆的，有芋头，有虾。五粥。
个奶香玉米，奶香玉米啊，把松树给买了，啊，放这里。谢谢。Thank you。把松树，放大份这样。烧烧他们松树。大份的韩式炒饭，烤鸡，烤鸡 ，cheese 的韩式炒饭，玉米，一盒可以收藏一粒粒的玉米，哦，它这个面包脆了，两个烤包脆脆的，包脆脆的，啊，沙子太硬了，人啊，当他妈松很多，那个，他妈松很多。很香，嗯，花生好吃，嗯，好喝。我知道脆脆的饼干。大概整整这样蛮好吃，我们蘸下去，嗯，哎呦，哇，这样的大的，这样的大的，这什么？芋头啊。芋头，对，好像那个芋头，嗯，香吗？它的汤？那炒蛋的辣椒呢？哇，辣椒辣，嗯，汤头是好吃，挺甜的。
鱼肉好吃，那鱼肉很新鲜的，鱼焖鱼肉呢，它肉还很新鲜。哇，它的雕很大，它下面是七色的，还有鸡蛋的，鸡蛋的，下面一层是鸡蛋的，它的饭里面已经有七色，它放七色去炒饭了。配着吃了。